这个小许啊，他怎么又跑到西安去了？小许给游客鉴定鉴定玉器，也算办了件好事儿。现在真正能够坚守的，也只有他了。您这酒量啊，太厉害了！李先生叫您来卫辉，不是为了投资的事儿吧？我跟他呢，是签了保密协议的。有大鱼吗？我估摸着，他那个靠谱的朋友，也该来了。这个香炉你见过是吧？ 见过，俺那油你别多见了。好，那你可得小心点儿。那开弓没有回头箭啊！你自己看，你们这到底什么情况？甭耍嘴，咱们手艺里鉴定的。如果让老朝奉他老人家知道了，他可是不会高兴的。